奥特曼和怪兽比赛跳科目三。哦，到底谁会赢呢？快和小耗子一起看看吧。哎，你们先跳，我去就来。贝利亚，快停下，你们在公路上干什么呢？我们正在跳科目三，难道赛罗你还不会吗？要不要让我给你当老师啊？不就是科目三吗？奥特曼早就会了。你看，大家正在公园里跳呢，奥特曼可比你们跳得强多了。既然这样，那你敢不敢跟我比一比？比就比。奥特战士们，大家快过来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奥特曼要跳科目三了，我要给他们加油。看来奥特曼跳得还不错，都给我使劲跳。怪兽和奥特曼的水平不相上下，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谁跳得更好呢？都给我使劲跳，输了不许吃晚饭。好累呀，我跳不动了。我也跳不动了。哎呦什么，你们跳的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你看人家奥特曼跳得多整齐。贝利亚大王，我们是怪兽，根本就没有人支持我们。停下，快停下，你们这群笨怪兽，气死我了。怎么样贝利亚，快点认输吧。一次输赢不算什么，等我回去练一练，下次再跟你比。